野装裸成这个样子，对不起嘛，哎呦，你好裸，哎，这个极限体验，新职位还没热啦，天干物燥啊，小心火烛。对面有结界哦，我们在排队。哎，我好像不用，嗯，是没有人。好，那没来没差。哦，哇，这个家都被这个家都围住哎，我们这样子出来也不知道干嘛。踩小麦，进去好像很容易中毒，对不对？欸、有吗？哇，好痛哦！他打我一下，怎么痛？我斧头矿矿物附近跟核心附近的、啊。OK， 使用技能哦，士气高昂。哎、哦欸，但是要干嘛？不知道。我们会有吸收效果。对哦，血量多了三架的六颗。哦哦，打到一半瞬间帮你打大电的概念。哦这样啊，哦，喷好多，这样、啊，哎呦呦呦，开舵开舵，试一下，多吃一下多吃一下，开舵开舵，哎呀，忘了吃，先倒啦，快跑，剩下我一个，快跑，啊，我来救你啊，为什么有一堆食物，我外送红死了，我放的我放的，okay、真的要成为烘焙师，雨月你在哪里啊？看、啊、我在旁边啊，我在侧门。哦哦哦哦，我想说，我想說他自己在外面砍树啊。因为就缺木头啊。新职业伐木工啊，砍个树也要被嘴，入口好严格哦。我很好奇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会定期增加铁啊？是因为他是因为有淘金者，淘金者哦哦哦，还直接把矿物塞到你的口袋里。哦，速效直接发，嗯，他就说拿一下，拿一下啦，拿了，是我们系上的啦，系上做的，系上做的，系上做的，系上太快了，手工制作的铁哦，拿一下啦，拜托啦，手工制作原子弹，拿一下啦。我之前去台湾的时候，真的有被推销过爱心钱包。那你有拿吗？我还傻傻的买了。那你是500的还是1000的钱？我买了400块，好贵啊！你又跑到一半又回家干嘛？你给我过来！我忘记做盾牌了。走到门口。那我缺铁吗？你好严格哦。盾牌要做多久？我盾牌忘记怎么做了，他都有衣服了。对不起，在这边说飞鸟会玩麦块的阿巧向这边跟大家道歉。对不起，旁边有小超回来的。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哎，我不能拿盾，我不能拿盾。我有说你不能怎样啊？在这边说三江会玩麦块的阿巧跟大家致上歉意，对不起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大笨蛋的盾给我。哦、我好饿，我是被，应该被吃了，应该是严厉谴责凑数师不能拿盾这个行为。哎，严厉不谴责，因为凑数师的技能关系哦，每个职业特长啊，不行不行，飞鸟剁人，飞鸟，他控制别人，飞鸟人呢？我在外面。你在外面，我们刚不是一起的人呢？中毒了，我中毒 了、哦、你也踩到那个陷阱，笑死！对，你好红哦，我好红。吃起来，吃起来，吃饱饱。你的技能是那个攻速上升，你用不到了。太慢了吧？什么太烂？用不到吗？打人的时候可以，你就可以快一点挥了。他们有村民，有人在换，跟村民换东西。你为什么这边跟我们抢？有什么出去？快走！喂，吃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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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跑，知道吧？好，吃个啊！又中又中又踩到了陷阱！你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只剩我们三个？这样子是对的吗？这么做是对的吗？我不要跟你们单，陷阱！什么嫌我们东西？干嘛嫌我们臭？对吗？这么臭啊！这么做是对的。有点狗，你很臭啊！我现在最臭了，臭了，你做什么事情就揍他们。这个洞好臭，我在挖他们家里。你在挖他们家可以。洞里面挖呀挖呀，他们家里。啊呜！
还是我要这样搞？没有啊，它有在掉啊，只是掉的比较慢。没，现在还没第二阶段，所以你只能挖矿。他没有看到我哎，他们没有人发现我哎。你是不是没有存在感？大头之我，我是幻之哦。什么幻之？我是幻之第十人。对啊，还有幻之。我以为我哈。哦，好。讲，你有幻之中的飞鸟，你有第三只脚，好像不太对耶。我现在只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，是对的吧？对的，对的，对，你做的都是对的，对的吧？对吗？这还不能挖？哦，对哦，对，还不能挖，还不能挖，不行不行。就跟你讲，第二阶段才可以挖。挖呀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一开始就挖呀挖，木头封起来了。来，轮流我们战斗。好快跑！面包只剩一个，好难受啊，好饿、啊。那青金石好少、啊，我真只有苹果可以吃而已。我有青金石，这么好吃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你，来喽来喽。一生一苹果，那你知道我是骇客吗？什么叫做一生一苹果？太久了，太久了。一生一苹果，一生一苹果，一生远离我。杨贝中，一生一苹果，你。那你就活到五十岁了。谁好饿？谁好饿？我，买饭吃。多一个，多一个。哎、欸，他怎么？我好饿哦，琪琪。先出去玩。吃你的泡芙啦。吃自己的。对。吃完了。哦，刚复活的。是第二阶段的吗？哎，刚复活的吃起来，先绕跑。啊，有人在后面。第二阶段咯，飞鸟挖，你不是说你在挖？我死掉了。倒，就说不能倒。还没有生。可以勇敢出门。哦，这是什么酷？家里死了。家里。那他都生。好像。弯弯，左边左边，这边有人在挖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左边在哪里？对，是弯弯。对，哦，有有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，哦，回家了 ，cover cover cover， 有我吸到矿，我运回家。木娜可以给我一点钱买饭吗？喂，你顺便买来回去。那其实你买饭可以分我一点点吗？我想要放箱子里面，我好饿。我有超多黄金，这么多，这么多。等一下买牛排给你们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好饿哦！家里这也是难民营吗？家里一堆饿死鬼啊！厨师，好饿哦！来来，我来买，我来买。怎么饿啊？我为什么劳工都不饿的？因为你没在跑。来，零，好多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一组牛排，一组牛排。你饿了，你饿了。我们的物资放在哪里？我剩半颗学不得了。在矿场。在矿场 ，OK。哎，打你，还想打你？你别跑！为什么？我在家里。哦，他是咬你一口。你又更饿了。你又更饿了。这明显不是在打架，是搞心态。茄子这里有牛排哦。啊、你也有。你饿了吗？你饿了吗？我那你更饿。哎、欸，他在挖家，挖家。凶的，凶的，凶的。箱子有很多牛排哦，大家尽量吃。牛排。啊，对，然后防盗系统没有防木桶。哦，没有防木桶，是要放木箱。跑这么慢，你不行、啊。不要放木桶。要放木箱，要放木箱。哪里有牛排？箱子，箱子。右下木箱。箱子好哦，找一下那个香香，你一定找得到。我把一切都放在那里了。有了。他怎么知道姐姐谁放的？看框框，看有没有签名。对，就是如果是正版的那个结界的箱子的话，你送到官方那边去维修的话是可以有检测的。啊，我们这边都一定要是正版的。那个箱子哦，不能盗版的。发票要留着，发票留着哦。对对对，会检举你哦。好，我很严格的哦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听不太懂中文了，听不太懂中。阿杰已经不懂我们了，阿杰。我说话了。哇，我还要，我刚要青金石。好毒，好毒，我踩到陷阱了，我先撤了。你好毒！你
多了。他们家是很多东西的人。他们家还有很多人。OK。哎，我以为这个会。喂。你以为？只有你以为。先去做个稿。我觉得。你觉得？奶酒。我觉得。欸哎，为什么要打我脚脚？多咬一口。哎，你要挖挖？月月，这给你，这给你。你往这里附，我挖脚。你那边可以附到。讲下面，这里可以点到。快点打我脚脚。有没有清清洗？清清洗没有没有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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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清清洗，清清洗放在箱子里。没有没有。除掉了。好，谢谢。但我只有我剩三个。拍谁拍谁。太多衣服了吧？谁做的那么多？不是，是刚刚他们在交易现场，啊、我经过就把它吸光光了。交易现场，你直接走过去啊？直接零检，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衣服可以？莫骚，新人还是一位。来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没有满本哦，满的。没有，这没有。这只有九而已。你要再弄弄。没事，我至少先穿个衣服保护自己。点名飞鸟人呢？哎呦，你回来了！等我一下，我要再出发。我在做装备，把东西都先放箱子，看你们要怎么藏。不藏啊，不演。他进，他进。要这个吗？我有。飞鸟坏，这个没有坏。谁的？为什么捡到别人的裤子？谁呀？不一样哦，阿杰阿杰，我们上阿杰，特别厉害。阿杰，你看前面有一个时尚达人，这边有一个时尚达人，有看到阿杰？这边有个时尚达人，一下头亮亮的，然后衣服脱掉，把裤子脱了好了，走吧。这是怎样一言不合就脱裤？可以这个，我来了，入口狼哎，太多了。哦，你哪时训练了？我刚刚就来弄了。阿杰后面，屁股后面，屁股后面。大局入侵，大局入侵，他们200滴血，我们还没挖。其实这仗好像不好挖哎、欸。对。对，地图很大，啊、走过去需要一点时间。挖吃我们！而且一直冲。有一只跑了。一只跑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冲到里面的。小心地板。不是应该就是回家了吗？什么回家？刚不是已经路过我们，路过的不理他，我们就冲，冲就完事了。家里家里挖，原来是到我们家了，我们要挖他们家，大举入侵。他被我毒，他走了，这无敌的，这刚复活无敌。他红红的，还在家里。啊，在毒他了，都无敌，怎么全都无敌？哦，我们被削弱吧，我们被削弱是不是？没有啊！你看你的马是谁的马？谁的马？哇！我是不是又踩到陷阱了？中毒！打马，好毒，好毒！飞鸟打他！什么解马器？解马器！哎，然后多一个！你混乱！不混乱，不混乱，就等你打他，就等你打他！我要死了，谢谢！我踩到毒了，去躲！踩到猪！我是干啥呢？我还在他们家。好、啊，我还在他家门口。他有那个啊，中毒剑，有中毒剑。这个赌一下，没有人木头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要吃一下。那个茄子飞鸟肚子饿，赶快吃东西。后面有人。哎呦，那饿，一瞬间会让虚弱。走了。这个无敌的，这无敌的，刚复活的。营友来了，我们一堆人在动。穿错人了，这里刚复活，哎呦，没了，剁他！这是哪里？哦，谁要剁他？我要冲进去，我可以守一下，冲进去，冲进去。